是来自台北的任龙星，那我现在目前就读政治大学新闻系。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很喜欢音乐，但是大家都看我，好像觉得我光鲜亮丽，可是其实就是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一小缺憾，我的耳朵因为从小有鼻窦炎的关系，就是动了一个手术，那导致我右耳就是听力比较差一点点，所以我从小听力其实都是依靠我的左耳，直到我大一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让我崩溃的事情。那我两只耳朵都又去动了一样的手术，当医生就是在我耳膜划下那一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几乎全部都要听不到了。我当下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跟音乐无缘了，因为身为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如果你失去了听力，就是几乎是失去了一切。正是因为这样，或许我可能会比我身边的人提早听不到，所以我更要在短暂的时间，就是赶快把我能跟音乐相处的这些时间都好好把握它。所以我在今年的时候就一口气参加了七个校园歌唱比赛，啊，那也因为这七个歌唱比赛，所以有机会能够站在星光这个很大的舞台。我希望能在我这个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之内，好好的在这边留下些什么，放心的唱吧。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eating you down. I'm around through every mood. You're my downfall, you're my muse. My worst distractions, my red and blues. 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My ears for you, my head.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out of my mind. Is all of me lost? All of you, all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Give me all of you. Yeah. Yes. 太激动了！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对你好好奇哦。哦，我现在是念政治大学新闻系的学弟哦，难怪。哇哦！
前两行其实已经让我起鸡皮疙瘩了，而且你的音色呢变化的非常多，而且你很会运用，而且你不时的会出来一些很实在的音，很亮的音。那个是非常优的，然后我觉得你声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而且你要很珍惜的一个是，你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有一点点神经质，这个非常棒，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做不出来的，可是你是自然流露的，这个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你要好好的发挥。听说你也是一度放弃是吗？音乐？我从小就有中耳炎。哦，对啊，那就是造成我之前有动过一个手术，就把耳膜开个洞，放个管子。大一的时候，大一上的时候，就是耳朵有点状况，所以我就又动那个手术。可是那次是动两只耳朵，两只耳朵都动，所以我当下在动这手术的时候，左耳就觉得我好像几乎听不到，所以简单说有点类似是手术失败。那虽然后来就是沉溺在那个，我觉得我可能以后就跟音乐无缘了。可是后来，医生还跟我说了一句话，等我耳膜稍微恢复一点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耳膜现在薄如蝉翼。嗯，对啊，就是很脆弱，所以我很怕就是哪一天可能，我不知道，我可能就忽然退化的比人快，听力丧失比较快。我打从心里面，我听他讲这段，我打从心里面佩服你，真的，因为要唱歌，音乐来讲，其实除了你的喉咙，你第一个其实很重要是你的耳朵。所以我真的打从心里面佩服你，真的，谢老师真的很厉害，好夸张哦。我很怕他压力一大到后面比赛，他耳膜就破了呢。你要不要现在把这一季13首都一次录完？请你好好保重你自己。星光大道，橘子20，在华视，我看见了一颗闪亮的星星。任龙星，真的，谢谢老师。非常刺激，哇，吓死人！老实说我不紧张，可是我老实说我不紧张，我超紧张，我脚一直发抖，我快要吓死了。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真的谢谢评审老师们，每一个参赛者真的都非常厉害，也都很有特色，就是能拿到5颗星，我真的是不可置信，谢谢。